主料：黄豆100克，大枣5颗，辅料：冰糖50克，水1300毫升。核桃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黄豆用清水泡开，用手反复戳皮，把皮戳掉。大枣用水泡开，核桃洗净把皮戳掉，把冰糖称好。大枣用剪子剪开，大枣核去掉。豆浆机里放水，把大枣、核桃、黄豆放进去。豆浆机按制好豆浆，煮好后拔掉边缘，用筛子过滤，放入冰糖搅拌，盛出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：一、黄豆和核桃可以晚上泡，第二天早上做；二、核桃和黄豆要反复搓，把皮搓掉是为了口感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